大家注意啊，老爷子在这个场上到现在为止，他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吧。在这个场上有多少男人或女人，哪怕是心意诚诚的也好，心怀鬼胎也好，动不动就我爱你，但是真正的坚持了吗？没有，老爷子一句我爱你没说，说的全是大实话和朴素的话，却感动了所有的人，这才叫日子，是吧？天天我爱你你爱我的，未必爱得长远。我来问一下大师兄二师兄啊，你们就俩师兄吗？俺们还有几个师，刚才那都是俺的师。人的这种幸福和爱情的理念告诉大家。